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兄弟连的官方论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本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讲第11讲事儿编程。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字符截取。上节课我们学了基础正则表达式，从这里我们回顾了一条叫做 grep grep 的命令。其实 grep 的作用也同样是在文本当中提取字符串，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字符截取命令。哎，那除了 grep 之外呢，我们的字符截取命令还有这样一些。其实字符截取命令主要指的还是 cut、 awk 和 send。这个 printf 呢是 awk 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命令，所以讲 awk 之前我需要先讲一下这个命令，但是它严格上来说它不算字符提取命令啊。那这三个字符提取命令跟我们的 grep 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其实前面说过 grep 的作用是在字符在文件当中提取符合条件的行，那既然能提取行，那是不是就应该能提取列？谁来提取列？由 cut 和 awk 字段命令来实现。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学习 cut 命令，它是字段提取命令，比如说一个字段一个字段提取，最终提取的是一个列，最终提取的是列。那 cut 命令本身不难，不难。哎，那我们看看，那它的格式是这样的。cut 选项加文件名，选项也只很简单，杠 -f 指定我提取第几个列，杠 -d 手工来指定分割符。哎，这个命令非常简单，它跟 grep 的区别是 grep 是提取符合条件的行，而 cut 是提取符合条件的列。那有行有列，最终我才能在文件当中提取出来我符合我条件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字符串。哎，这个啊，这两个 grep 和 cut 命令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的结合使用方式。那这两个命令我们先看，先来看看。那要想讲 cut 命令之前，我准备了一个这样一个文档，用 cut 命令来操作这个文档。什么？学生成绩表。里面有 ID 号字段，有 name 字段，有性别字段，还有成绩字段。那这家伙有这么几个人，哎，李明，我，高洛峰老师，我们几个人啊。其实这个明哥的性别可能不太确定，我们都是 man 啊，其实是 male 意思 ，male。那这里呢，哎，我的成绩单，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超哥的成绩最好，是吧？啊，那这个表格建立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中间空的绝不能是空格，而是制表符，也就是 tab 键。如果空的是空格，会 cut 命令会不能正确提取。我们后面来解释是为什么。那为了节约时间，我事先把这个文件建好了，打开看看。好了，注意这个两个空格之间，看按一下这个切换就整个过去，是制表符，不能是空格。好，那怎么用呢？非常简单， cut 杠 -f 指定提取第二个字段，后面写文件名，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提取这一列，那回车看就会列出第二列的名。那要想提取多列呢，只要逗号分开提取名字和成绩，就可以指定提取它的这个第几个列。 cut 命令就这么简单，基本用法。cut 命令还可以用杠 -d 的方式来指定它的这个分割符，它默认时候的分割符使用的是制表符，就跟我们这篇文档一样，是 tab 键作为它的默认分割符。但是啊，比如说我们某些文件，比如说 etc 下的 password， 这个文件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的用户信息文件，这个文件是用冒号作为分割符，那我能不能用 cut 命令截取符合条件的列呢？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是这样，看 cut 杠 d 指定分割符杠 f 指定提取第一列和我想提取用户名和他的 UID，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然后后面写清楚文件名就可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取杠 d 来指定分割符杠 f 来指定提取的列，就会只提取第一列和第三列而忽略这些列。那 cut 命令就这么简单，那它在我们写程序当中到底有什么作用？那我们说 cut 命令是需要跟 grep 命令结合使用才可以达到效果。比如说我添加了一些系统用户 user1 user2， 哎，我只是举例，所以我不设密码 user3。 那我们打开 etc 下的 password， 假设我的服务器当中我批量添加了100个普通用户，那这个时候我想提取这个用户所有普通用户的用户名，用来干嘛？批量删除。我想写一个12脚本，这个脚本我们后面会写，想干嘛？或者是批量添加100个用户，或者是我已经有了100个用户，我想批量把这个普通用户全部删掉。那要用脚本来实现的话，我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提取出来这个用户的名字。那怎么来完成这个实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啊，我们 cut etc password， 它会列出整个 password 文件，然后呢管道符grep 所有包含有并下的 bsh 的行，哎，我们说过只有普通用户他的登录 share 或者说登录权限是并下的 bsh， 所有的系统用户他的登录权限都是 s 并下的 no login， 所以我可以通过提取包含有并下 bsh 的行而提取出来所有系统当中可以登录的用户。大家会发现提取出来的入口用户还有user1 用户 user2 user3， 但是我现在既然要批量删，那我就不能把 root 用户给干掉，哎， root 用户删了系统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可用用户了，所以我还需要干嘛？ grep 讲过取返，取返在这个命令的结果里提取出来不包含有 root 的行，只要不含 root 就列出，那这个时候回撤你就会发现这个命令的结果会排除 root 用户。好了，现在我已经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行了，但是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取这个用户的用户名称，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再加管道符，然后呢用 cut 用杠 d 然后指定冒号作为分割符杠 f 提取第一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就会提取出来符合条件的用户名，然后呢把这个命令的结果付给变量，后面用循环的方式一个一个删除这个用户就可以。那这就是我们说 cut 和 grep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在我们给定的文本当中或者命令的输出结果当中提取出来我需要的这个字段。当然 cut 不能独立使用，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和 grep 通过管道符的方式联合使用，哎，这就是 cut 最主要的作用。好，但是 cut 命令本身啊并不复杂，杠 d 指定分割符杠 f 指定提取第几列，当然它可以手工指定提取的文件名，也可以通过管道符接收前一个命令的输出结果。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cut 命令的局限。我们先看看 df， df 命令我们学过，它的作用是查看我的分区的使用状况。那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想写一个脚本，用这个脚本来判断根分区的使用率，如果这个使用率超过 80%， 我的程序让它报警，告诉管理员你的硬盘快占满了，需要你手工清除。哎，这个程序非常有效，我每天让它自动执行一遍，如果有问题它会马上告诉我，保证我的硬盘不会占满。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合理的提取出来
这个百分之前面这个12。这样的话，通过判断它是否大于80，就可以实现我这个程序的这个功能。但是我如何提取这一行？那很简单， graph 是不是提取包含有根分区的行？不能这样跟，为啥？看其他的行列是不是也都有斜杠？那怎么办？事先判断出来它是 SD5， 我们的这个根分区是分在了 SD5 这个分区上，第一个 SCSS 硬盘的第一个逻辑分区，那这个时候就会提取这一行。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通过 cut 数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提取出来第五列。那我们提一下 cut， 然后呢杠 F 第五列回车，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作用，把整个行原封不动输出。原因，它的这个分割符不是 table 键，而是多个空格，不是我们的制表符，而是空格。那有人很聪明啊，那还不简单，杠 D 指定分割符是空格，不就完了吗？那么试试，它提取出来的是空白行。为什么 cut min 啊，它是非常忠实的执行者。啥意思？我说我的空格符是一个空格，它就会从这后面去数，这是第一个空格，所以这是第一列，这是第二个空格，这是第二列，这是第三个空格，第四列，第四个空格，这是第五列。所以他认为第五列是空格，所以提取出来的内容是空格。那有人说，那简单了，你数这有几个空格，在这块空几个不就完了？哎，这不可能啊。这个东西我们说命令的输出结果其实它不是严格的，有可能这个时候是我数出来是八个空格，在你的机器上有可能就不是。所以如果是用空格作为分割符， cut 命令就不能识别了。它能识别的空格符是什么？要不然就是制表符，我们前面的这种制表符，要不然就是有具体的这个分割符的这个具体符号了，比如说冒号、逗号、句号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空格作为分割符， cut 命令就不能很好的识别，这是 cut 命令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各位，那如果是空格作为分割符，我们就需要利用更加复杂的命令，也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讲的后面要讲的 AWK 命令来实现我的列提取。但是 AWK 远要比 cut 复杂。那超哥的建议是，如果 cut 能够实现的功能，也就是说我提取的列是用制表符、用冒号、用逗号、用句号分割的，我就用 cut 更简单。但是如果 cut 不能完成的这种切割，比如说像用空格作为分割符的命令，这个时候再去考虑 AWK。 当然 AWK 的本身的功能也更强大。我们说啊，其实我们说 AWK 的时候都不说是 AWK 命令，而叫 AWK 编程。它里面可以实现条流程控制，可以实现条件判断，甚至可以实现变量赋予。那这个就是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语言，所以使用起来可能会比较难。那还是这句话，如果 cut 能够完成，尽量使用它。好了，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了 cut 命令的使用。哎， cut 是进行列提取的，它的最主要的这个作用是和 graph 配合，提取出来我需要或者说我这个我能用到的这样的相对应的字串，然后在我的程序当中使用。那 cut 命令非常简单，如果能够使用 cut， 尽量还是使用 cut。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汽车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